这个角色是我自己的私设，他的名字也是叫早苗，叫原田早苗。我今天穿的是洛丽塔，这一套叫做鹤归来。CN 是祥月，我的CN 是月月，然后今天出的是麋鹿 FGO 的麋鹿三周年。我的 CN 是洛雅，然后我今天出的角色是加州青光。我的 CN 是少言，今天出的角色是安定。我的 CN 是 Rosie， 然后我今天出的角色是 SQ 里面的孙景。我的 CN 是苍苍，然后我今天出的角色是 SQ 里面的秋藤。我是阿宇，然后我今天出的是约定的梦幻岛里面的 Emma。我是昌旭，出的是约定的梦幻岛的雷。我是彩彩，我今天出的是4周年的玛丽。我是宇文，我今天出的是月球女友的总司。我的 CN 是平喵，然后今天出的角色是星空岭的星座味觉。我的 CN 是敏拓，今天出的角色是暗杀教师的朝天子，战斗服版本。我是怀硕，今天出的是塞巴斯青。我是林烨，今天出的是汉娜安娜菲罗斯。眼影的话，其实我偏向喜欢 Kate， 眼线眼影都偏向 Kate。 那底妆的话是 Memory 的。
我比较常用的是 Fit Me， 就是 Madeline 的，还有 Kate， 这两个品牌我都很喜欢。没有特别喜欢什么牌子，就是不管是有牌或没牌，就是只要好用，我就都会用这样。化妆品的品牌的话，大概就是 Kate 的粉底蛮好用的。然后眼影的话，其实也没有特定说用什么品牌，就是看颜色如果对了的话，那就是不太会挑品牌这样。然后口红的话都用，其实也是跟 Kate 居多，然后除了 Kate 比较好用以外，其他颜色就是看什么颜色好用，那我们就买什么颜色。这样，我们都用同一个品牌，对，我们都同一个的。化妆品喜欢的牌子，巴黎莱雅吧，巴黎莱雅的底妆在我脸上算是非常贴合。对，底妆的话，我是用 Dior 的，然后。它的粉质比较细，然后比较保湿一点。眼影的话，我觉得一个蛮好，就是很显色的牌子是 Colourpop。然后底妆的话，底妆好像没有特别用什么。对，然后但是唇妆的话，我个人会很喜欢，就是一些韩国的美妆品牌，例如说Armini 或者是。31这种的，我说实话就是看哪一个评价好我就买。底妆我是用 Appeal 的气垫，然后眼影的话喜欢用日牌的 Can Make， 然后 Integrate 都很好用。然后唇妆的话是用那个也是日牌的 Opera 的花架唇膏的6号。我底妆的话，我喜欢用那个1028的。粉底液，眼影没有特别喜欢的，口红也是，就是我觉得只要主要是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化妆品有喜欢什么品牌吗？我喜欢 Maybelline 的那个 Fit Me 系列，底妆的话是这个，然后眼影的话最近有在看那个 Edu House 的面包盘跟红酒盘吧。化妆品有喜欢什么品牌？没有特定品牌，但1028我蛮喜欢的，蛮好用的。是 MAC 吧，口红的部分 ，MAC。最近的话是用一个联名的眼影盘，然后那个名字我真的不会念。我通常都是擦 New Skin 的，就是它有芦荟的，可以保养皮肤，对保湿比较有效。我化完妆基本上就是洗面乳、洗脸，然后当天晚上我会敷面膜，大概就这样而已。我没有特别做什么保养。保养皮肤的话，如果记得的话，出脚前一天就会记得敷面膜，然后如果敷完面膜之后隔天。毛孔会比较好上妆，然后毛孔就不会那么大。然后梳完脚之后会喷一个类似像是清爽保湿液，让你那个卸完妆的时候脸都不会黏黏的，这样就差不多这样。我只有多用洗面乳洗脸而已，没有多的。那你皮肤好没差。就是出脚化妆完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就是洗脸的那些。比如说洗面乳啊，然后卸妆这些都要做干净，然后保养的话就是可能会另外再擦一些护肤的产品，就是要擦化妆水，就是定清洁完洗脸完就是可能要擦。每次产后就是洗脸是一定要的嘛，就是除了平常洗脸的步骤，然后还会特地再加一些什么保湿，因为。产出都是出一整天，然后就是很容易脸会变得比较干，所以会特别注重保湿在产后之后。我卸妆之后会，就除了用卸妆乳卸完之后再卸妆水再卸之后，还会再用洗面乳，然后如果有空的话还会再继续敷面膜这样子。保养皮肤的话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做一次，就是那种火山泥面膜的清洁，然后清洁完会就是比较着重保湿，大概就这样而已。我
的话是每天不管是出门前就要不要化妆，我都会擦保湿，然后也是擦乳液、化妆水，然后也会按摩皮肤，确保它吸收。出完澡的话是会敷冻膜，就是 Kiehl's 的金盏花的冻膜。对，卸妆卸干净，然后拍一些什么化妆水啊、保那个精华、乳液啊这样子，基本的。其实我是妆前保养，然后妆后就是卸妆完洗一下脸而已，我没有做特别的保养。首先就是一定要卸妆卸干净啦，然后卸完之后就是可能会敷一些基本的保养品，然后就是敷面膜。我的话也差不多，只是我多一个步骤，就是我会特别去去做像是叫什么乳液之类的保养。应该是希望自己能够妆越来越进步，然后希望女角可以回归以前多，现在有点少。因为我现在是走设计科，应该会对插画比较有兴趣。这个好难哦，希望今年可以多出一点男角，因为我主要是出女角啊，未来。然后对，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更会 P 图。未来的自己，只希望不要太懒，因为只要一懒惰就会不想出，然后就想赶快回家，所以只希望自己勤奋一点，努力一点。你呢？希望未来可以再跟我的搭档继续玩这个。希望 PS 的技巧更精进，修图修快一点，不要再欠债欠一年了。希望自己的粉专不要有太多奇怪的留言。希望自己以后可以，更好的去还原就是每一个角色，这样。会想要不只是课业，然后也能够在自己想要拍的作品，能够把它拍出来，拍好拍满。希望十年后还看得到我。我希望以后，因为现在对自己其实不是很会化妆，然后希望以后化妆技巧可以更进步。希望我妆可以再更进步，然后照片可以再更好看吧。如果能把喜欢的角色都出完，就已经很棒了。就是希望在化妆上可以再精进一点，然后衣服方面的话，希望能可以尝试自己做。我的话倒是道具的部分，就是希望说之后道具可以由我来亲手负责，就是我们两个的部分这样。我等一下要先去看看舞台剧，最后再决定这个东西。今天晚上吗？对对对，回家吃吧。我们要去吃烤肉，已经订好了，耶、yeah!晚餐是什么？火锅，火锅。哇、哦！非常有默契，火锅。我拉肚子，晚餐不能吃，只能吃吐司。可能去工作的地方吃吧，就是尝试结束后要去上班。啊，晚餐要吃什么？可是我也不知道哎。可能。因为我通常不太吃，对，看附近有什么。我们是每次产后我们都会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的炸鸡的。我会不是，我产后会很想吃麦当劳，我觉得麦当劳很棒，真的很适合吃麦当劳，真的。我跟朋友有在想说要不要去吃拉面之类的。嗯，是结束我都是去同学家开的小吃店吃饭，所以不用烦恼。今天天气这么冷，当然是吃火锅啦。我们是一起的，一定是吃火锅。